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跑。今天是周末，到我们这儿的宠物市场去转一转，玩一玩。咱们一起去看一下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这人还挺多的，这市场啥都有。这个地方就是狗市，上面路上是羊市，这里都是狗。这小金毛挺不错的，还有哈士奇，这金毛可以。二哈带着一个傻样，这小金毛的品相绝对是可以了。这里是细犬，在我们这儿俗称细犬，抓兔子的狗。这里细犬比较多，今天的细犬很多，现在也正是玩细犬的时候。这是两条小德牧，这是德国牧羊犬。这是个小拉布拉多，这个是他妈。这金毛挺粗壮的，看着。这是一条母的阿拉斯加。阿拉斯加号称宠物犬里的庞然大物。这儿也是细犬。这是一个大黑狼，这个狗主人说有100多斤，我刚问了，跟其他狗你看比的，给其他狗比的太小了。这是狗市上最大的一条狗，绝对是个庞然大物了。这条大黑狼狗，黑狼。这金毛看着就不如刚才的那两只了。细犬见的最多的今天就是细犬。小萨摩耶，微笑天使。好了，今天的狗事简单的就这样，我们也该回去了，差不多也转完了。那边是卖其他东西的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，有喜欢我小跑的可以继续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